你是不是从以前就爱慕维恩啊？是我啦，这不是？那为什么你把别的女人放在桌上？Sharon's Channel， 欢迎来到喂，跟王家良的秘密 channel， 天哪，这频道快成为你的频道了，真的哈、哦，要被我占满。对啊，今天要介绍你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房间，应该说对，你的房间，你从小到大住的房间。其实这个房间大概是我从十七岁住到现在，那个时候进演艺圈了吗？还没，从还没进到进，应该是快了吧？有被发掘吗？没有，那时候在打篮球。但已经有，应该有人发掘你很帅这件事了吧？这应该也不用人家讲。好，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啊，进去看一下，参观一下，参观一下。看家良成长的房间。哇，很多都是鞋盒，里面还有鞋子吗？没有，都被我拿出来了。专门打篮球的人都穿篮球鞋。会喜欢把一些鞋盒这样堆在一起，我觉得男生会有这个习惯。那这里面可以看吗？这里面可以啊，这是我的那个、衣柜格。内衣内裤有在里面吗？内衣内裤我记得好像在这里。Oh my god！ 对，那我们先跳过吧。要跳过吗？你要闻吗？空的，空的。因为我下面可是在家里，这一区好像是比较运动。这它是收纳的很好，这也是遗传到妈妈。应该算是我爸。其实我觉得他爸妈也是，都是有那种洁癖或者是清洁整理控，真的有。然后其实刚好我们两个也是有这个控。我爸最明显。爸来。如果天气好一点啊，出太阳，他就会到外面把那个玻璃，再开始刷。真的。哇。外面那里也是哦，明明社区外面那里也不关他的事，他也要在外面刷。因为大家觉得说，哇，当你邻居真的好开心，每个人都选你当主委。我爸就会把属于我们家的东西，他一定都会把它整理得很好，就维护得很好，维护得很好。所以这就是你以前小时候睡的床吗？对。哇，还有一幅画哎，这是你自己画的吗？这个是我的好朋友，现在是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。郭彦甫先生，来到画前面介绍一下这个画。哎，我们那时候是几年前，我们去一起拍一个戏，然后回台北的时候，他就邀请我到他家，然后我就坐到他前面，他就边开直播，然后边画我的，这算什么？自画，这算什么？你的肖像，我的肖像，对。然后我就说，哇，那你这幅要给我？他说好。还有签名。哎，还有这个什么 ？Oh my god！ 这是我之前也是几年前出的一个健身书。天哪，老公，你这是几年前的？这应该有六七年前吧。你那时候比较壮还是现在比较壮？现在比较壮。现在更壮。Oh. 那时候才75公斤吧。这个真的帮你拍蛮帅的，不瞒您说。是哈、哦，还是再出一本？可以耶。把他拍的蛮帅的哈、哦。他一直都很帅啊。但又有点不一样，他的风格。老公怎么看都帅，对不对？真的。然后我刚刚有偷瞄到一个东西，你是不是从以前就爱慕维恩啊？是我啦，这不是？那为什么你把别的女人放在桌上？你们看得出来他是谁吧？古敏英。Kim Min Soo。金秘书。Kim Min Soo哟。这是你放的吗？我放的啊，因为我知道他、欸。我人生第一次去追星就是追他。真假的？哎、欸，很可爱、欸。他几年前呢、啊？哎、欸，这好像是三四年前，他来台北办见面会，我就揪了两个我的好朋友陪我一起去，我们三个大男生这样排队。那个时候你已经在演艺圈了吗？对啊。所以你是一个明星艺人，你去追星了。对，很有趣，其实很有趣。你是自费买票吗？自费买票。哦，你是真的小粉丝哎、欸，然后还有一张这个，有一个他的签名海报。我的 Kimmy Song， 我也很喜欢他哎、欸，其实。哎呦，哇，签名，你真的有拿他的签名吗？这应该是希望是他签的啦。应该是啦，应该是吧。所以那时候你拿到这个，2019年他自己还有写，那就已经三年前了嘛。你当时就会觉得哇，拿到这海报的同时，你就想象一下，这里有他的指纹。Oh my god！ 哦，而且还有奖杯哎、欸。那是什么的奖杯啊？这个奖杯应该是跆拳道的，对，跆拳道的。你跆拳道也有得奖？有啊。你以前这么会打哦？天哪，看不出来。厉害吧？那我真的不用了。而且上面那个报纸是你吗？对啊，他写我像小飞侠。真假的？这是什么？优秀毕业生县长奖。这是高中吗？还是国中？这是高中，我国中也有拿市长奖。我是哦，在那边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你真的很优秀哎、欸。哦，你是优秀的学生哎、欸。这是哇，我以前小学，这是我以前的名字，我改过名。哦，真的、啊，
王世奇。哦，你以前不叫嘉良哦？我以前不叫嘉良，对。你是进演艺圈才改名吗？还是没有？我是国小，因为我小学一直出事情。小五小六的时候，我打躲避球，打到这边脱臼，然后去给那个中医诊所去瞧啊，可能只是一般的脱臼或者是之类，但是被他瞧完，我这个骨头就断，所以我就去开刀，然后打了两个钢钉，然后这个钢钉刚拔完没多久，然后我们那个国小控就拿那个躲避球想去灌篮，就跳起来灌篮灌到框，然后我整个就这样飞出去以后，我想说啊，我右手不能落地，所以我用左手撑，这样一撑啪，然后我就这样一抬头看我手这边就变 S 型波浪状，我手腕又断了，但也是因为摔断手，其实我就没再打跆拳道了。那你还会再想打跆拳道吗？跆拳道还好，你想要再练吗？我跟你讲，达尔也是黑带，你下次跟他打。三段，他三段，你下次跟他打。把达尔像手吊起来当沙包。我跟你讲，达尔很强，你打不赢达尔。真的、哦？对，你一定打不赢他。我在这帮他下战帖，因为他不在，他不在，我帮他跟你下战帖。我就喜欢一直打越级打怪。好，我们来下一次来挑战一下，打达尔。好，下一集企划。下一集企划。已经在证明他真的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了、欸。我以前真的我也有，但是都不知道哪去，我再来好好找一下。但是真的没有他那么多，我通常都是什么大过啊、小过啊、警告啊。有那我国中拿了很多小功哎、欸，我一学期四个小功，还有几个家奖。哦，有功这个东西啊？有啊。哦，我都是过。我体育大学我也有哇。哇，满满的奖状，拿奖拿到大学。优秀哦。有谁可以跟我一样上教育部课程的封面？哪一个是你啊？那这个、啊。哦，还有简报、哦，有啊，我哎呦，哎呦，但其实主角不是我，那是谁？主角是这个上篮得分哦，这是2005年我们去菲律宾，去打3v3，我们是代表我们高中的时候。哦、你太瘦了吧？对啊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国中打篮球锦标赛，荣获国男遗嘱，对，第二名。有没有看到满满的回忆？真的，超多的。那有没有什么情什么书什么之类的、啊？情书我不知，好像没有。其实情书我没有什么情书哎、欸，老实讲。怎么可能？真的真的写情书给你？没有，我高中没有。我以前超。我几乎没有什么情书哎、欸。真的、啊。因为我们高中高一、高二、高三体育班都并在一起。嗯哼。旁边就是工科。是真的没有吗？还是怕老婆？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他是真的没有，我没有帮他收到。没有真的吗？还是他说他都没有带回家？我看。通常如果有东西，他就会放在抽屉里啊。那我会把它整理。有东西要把它丢了是吗？哎，要不要来看一个更大的？我刚才有看到，但我一直不好讲，说知道是什么。这个超大。这什么？这也是你的海报？这是一个，我记得这好像是这个的。请问你有这么大海报是要干嘛的？我们那时候签书会玩，我不知道谁把这个东西带回来。你们带回来？你们带回来？假的，这带得回来，这很高哎、欸。老大，我拉，然后你看。这什么 ？Oh my god！ 哇！我看不清了。哇，太大了！哇！啊，你们都把这个留住了，我都没有想到我要留这些东西，这真的可以留哎，以后回去还可以，就是给小孩看，说你看，对啊，的回忆。你看，爸爸以前这么壮。没有，爸爸以前有多大的照片，你们有吗？但我跟你讲，有这么好的爸妈很重要，他会帮你把所有人生走过的成长，然后讲座该有的一些很荣耀的东西都把它留着。嗯，哇、wow, ，你会觉得有满满的回忆，嗯，然后觉得好开心啊！房间真的是好干净，好整洁，多亏了妈妈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。妈妈的爱心，多亏了妈妈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许维恩跟王嘉良的秘密channel就到这里喽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好啦，之后再来看达尔跟大王挑战跆拳道。OK， 健康与体育、欸，真的，这是课本，这是课本啊。Oh my god！ 二上是什么国？老板，他用你们家艺人的肖像。哎、欸，不行。我们要授权、欸、来哪一间出版社对，要授权。